像一个家的啦，哦，这个都很漂亮，不是那个，尤其这个就没有看到那个蜘蛛啦，啊，用干净就不会有那个跳蚤了。哦，你看今天你找我了，欢迎啊！我们最给他的是一个基本人权啊，给他一个这么舒服的空间哈，对他们来讲是已经超级棒的了。当然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啊，不能比那个豪宅啊。在台北市。台湾大学的校园周边巷子里有一排老旧的房屋，包玉秀夫妻俩和哥哥就住在这里。这个家的经济一半仰赖政府补助，一半靠着夫妻俩在外打工维持。做那清洁队、扫路的啊，医生也要有残障手册，有两种都有才可以继续做。做做十二个多月而已啦、啊。但是收入减少了大约好几千块是有。若不是这个家已经破损，严重危及到重度身心障碍的哥哥安全，其实他们是想靠自己的力量一点一滴去撑起来的。自己赚钱反而花的比较实在啊，花起来还会心安。还不他不晓得知不知道是回来。要上去耶，里面看不到哦。现在这个漏水是上面整个肉啊，你要小心哦。嘿，这个是我们帮他用的嘛，整个这个铁这个波浪，这个都是我们帮他们用的。啊，就台风之后，雨下很大，漏的很大，整个没办法。其实这个家已经不是第一次修缮，2007年科罗莎台风吹掀了屋顶。2015年漏水严重，志工都曾经协助修缮，但毕竟是四五十年的老旧房屋，二楼地板多处破损坍塌，考虑到安全问题，因此决定来个大改造。这个木梯我们上来已经危险了啦，啊，它这已经破掉了嘛，已经破了嘛，已经破掉了啊。这边比较大，这边更大，破掉了，没办法再睡了，已经那么多年了。这上面是谁在睡觉？薛海睡。我们以前那时候有发动十几个师兄师姐来帮他们清，哦，很危险，那他们也蛮胖的，这个已经不堪了。伊佮这个腿嘛是足危险的啊！啊，你敢拢爱戳咧，都几千块、万外块、两万外块，啊，袂安全呐、啊。没安全，干脆来一个真正的一个像一个家。他说他们在这边洗澡，没有封起来啊，没有门。一看到志工就知道最疼他的人来了。包雪海像个孩子似的期待有好吃的。我们都没给过一毛钱啊，他们就我们是长期照顾户而已啊，没有补助。他们都说我们够。这个我十几年前他们就很知足，就说他们够。我说他就会说，哎，是什么师姐没有来啊？为什么老板没有来啊？怎么没有拿饼干来啊？没有拿面来、啊？他久久就会念一次啊，哎呀、啊，今天还送饼干的还是少了，没有面。他会点吗？他会点，嗯、他会要我们带什么？很可爱的。他要什么，他就是跟我讲。他叫老板是叫好玩的，反正他喜欢叫就让他叫。他要吃冰，他吃泡面，他那个可乐哦，一大瓶哦，1000多CC是不是？我买来他就这样子一喝，他喝得完的。你看你这个都没有拿掉，雪海这个要拿掉，来雪海来洗，你洗就一个洗。我来关心他妈妈。那个时候玉秀还很，他们都还小了哈，十几年前嘛。那雪海跟妈妈一起都是。重症常常来都陪着他跟妈妈。来，你看，关起来，这个血炸掉，你要血。这不是很沟通，不过他很喜欢我们来。好，我们要请文雄师兄老板吃。哇，雪海里面敲完假番茄。哇，赶快拿来吃。雪海洗的，雪海吗？你赶紧洗。哎，赶紧老板吃一两颗，快点！老板吃番茄，洗得好干净哦。嗯，好吃。十几年第一次。
特别甜。好感动，特别甜，听到没有？我们多吃。现在看到志工包雪海又多了一个期待，就是他盼望很久的新家即将实现愿望。大约要有什么东西？你带了那个。你刚才跟他讲说八月嘛，对不对？我说三个礼拜嘛，是一个月一个月可以哦，快一点，三个礼拜八月一号差不多哦。撕掉一张日历，雪海笑得好灿烂，因为拥有新家的日子又靠近一天。我也很期待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做起来应该就很。还有我先生的在后面呢，先生。跟雪雅，他先生已经换好了，明天一样。我先生的，这样子就好了，一个袋子他比较好拿。这些都要搬过去吗？不要，这些都放在箱子里面的。这样他就很好提。要折衣服啊，才会整齐。到时候新家那么漂亮，你才会把家里整理得好啊，对吧？你先生在外面上班那么辛苦。不是说啊，只是给他生活的补助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子。其实我们要教他怎么样去把他自己的环境弄得干净整齐。现在开始你就要学着管理家。不，你安尼不要，那你自己要贴好，然后这样子安整齐，好不好？嗯。啊，这样你先生才会更疼你的。要不然你像刚刚好像全部好像那个菜脯两菜脯，然后塞在一起。多年来大家互动啊，就习惯了吧。看他们已经十几年的感情了，也是真的。那纯洁。哎呀。哎，外面要写一下这是什么东西。加几个高楼，就是做四间间。哦好。好，啊，这是二窗，你知道吗？没这事，苏燕。谢谢哦，你蛮好谢谢哦。遐安尼看袂到啊，还佫有钱了吗？啊，甲细蕊内面了。嘿。放到遮尔。做这围起来，这塑胶拉门啊，谢谢顾里啊，塑胶拉门。那时候有说这个要打掉，这个打掉嘛，做买一个那个不锈钢的。不锈钢的水槽，安尼较袂定位，啊，它的洗衣机会移过来这边。这梯啊，这拢变梯楼梯啊。梯楼梯。嗯。栏杆也有，都有。稳固，一定稳的。那我们这个细型钢哦，一般有的是一支，对不对？我们是。两支合并，它那个起来走起路来很稳，很稳。然后我们做的材料都是防火的，它原来的我没办法，我们尽量啦。施工即将开始。志工感谢左邻右舍包容不便之处，像这位郑太太，长期陪着访视团队关怀包雪海一家。你哩个看蛮紧啦。啊，阮若无离家，真麻烦你甲因看一下，阮总是较远啦。啊，若甲恁吵着，你再小包容一下。我知，蛮紧蛮紧。因为，嘿啊，雪海拄啊，伊也命好多啊，拢有恁斗相共，因阮。啊，伊是乖乖。乖乖啦，啊，你嘛是人真好啦。没啦，嘿啊，大家各处咪拢有缘。哇，这有三个鸡啊！嘿啦嘿啦，这三个鸡啊，炒啊，炒啊，拆掉就对啊，改倒起来就好。嘿，对。施工期间无法居住，雪海由红道基金会协助安排，暂时在外租屋。带出门的家当，除了妈妈的相片之外，还有可以算着回家日子的日历。在八月一号他买回家，八月一号礼拜六。老板，快点，你的老板来了，要请治疗。我们去问问，做环保。他以前他会自己坐车到那个卧龙站，卧龙，他今天
今天那个我们就会有特别准备，准备你要吃的水果哦。我们那师姐一听到你要来，弄给你准备噶。他昨天问我说：“鲁师姐会不会过去？”哦，会啦，应该会，为了你都要来。学海口中念念不忘的卢师姐就是她，卢文英。来，对，拿起来，这本给你。哎，这个怎么？你是黑白黑跟白。这师傅说你师傅到，你有没有跟师傅打招呼？师傅好。好棒哈！我有答应妹妹说下个礼拜。妹妹说学海在想。他如果看到任何人都会问我，问我有没有来，为什么？大概我一直很疼他吧，一直没有间断的，这个十几年没有间断过。你好厉害哦，很清楚哦。除了去上课之外，他以前礼拜六会到我们卧龙环保站，他自己会去。他自己想去，他想做环保。老板，你要在哪里做？来这里不能叫老板，我会变成贵，我会变成贵。笑眯眯的，叫他是笑眯眯的。这个也是阿妈，对啊，这个也是阿妈，啊，你要叫啊，叫出来，他也是阿妈，大婶啊。因为他平常在生活中没有人给他这些为人处事的基本礼貌不懂，所以应该要给他知道，任何人碰到朋友都要打招呼，这个是最基本的嘛。来到环保站不只做分类，其实更希望学海可以多多与人互动。哇，感恩感恩，这是什么？糖果。跟老板不行。谢谢你。从被动到主动需要练习，更希望学海可以学习新事物，提升自己的自信与能力。要戴手套，这个要戴手套来。这里用错了，这只用错了，这只，对对对对，啊小妞妞在这边呢。不会到这个，我也不会用啊，大家一很简单。你看这是我，这个是铜，这个是铁，铜跟铁要分开，这样子夹住。铁把它剪掉？不是，用拉的。这边它有两个哈，卡住嘛，你把它扭起，掀起来，往上翻起来。啊，你的货啊，这是挡啊，这铁进去的。铁放这边。我们要的是它的成长，不是被做来的。你看，可是他真的把东西当成是一种学习啊。很准，用你的阿克，安尼阿克。志工就像带着自己的孩子般，一步一步慢慢教。你要小心就好啊。哦，啊，卖赶时间，你夹袂起来，啊，对。哎，无赶时间，免这无做业绩的啦。看有两个洞，有没有？你用左手把它往上，它就起来。你看，你把它往上，来，你试试看。试试看。哎，先把它像师兄这样讲，哎，师伯讲，先把它拉起来，你不要撞到头，你不要撞到你的脸哦。你一次就把它起来了。所以你们是太小看他了。哦，把它先搬起来。哎呀，一边左右啊，一盖就起来啊。嘿啦，对对，哦，漂亮啦，嘿啦嘿，对啦，这蛮有成就感。你看他那么认真，他整个让他有发挥的空间。你看他很专注呢，人都无限的肯。我那时候他想说他有个障碍，身体障碍，我们就让他做简单。
为了顾虑不干嘛有他们进步嘛，让他以后自己下来工师傅我要做这个，哎呀看他自己兴趣我要做什么，让他会跟他们互动，尽量家里面哎比较你要那个还是这个哪个比较好，喜欢哪一个，这个 哦很有挑战性哦，好好做这个好，以后来就找老板，他是这个里的老板。这一天修缮完成，学海回家了。学海有没有很期待？哎呀！下，人在那里。快来！很满的，三好需要包好几套。平安吉祥哈，可以这样，然后再上去一点点，一点点可以，然后就留点空，就留一样平均，好这样刚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很漂亮。新春联新气象，学海迫不及待的想要带志工去参观他的新房间。喜不喜欢？可以哦。刚刚试过去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说。虽然有冷气，不过还是要弄一个电扇，还红的呢。你喜欢这个是不是？你要好好的爱护它哦，不要。啊你，这样很好。好。东西不要像以前这样乱丢哦。对。啊，电扇也可以，电扇你假如说不是很冷的话，你就用电扇，哦，刚好派上用场。哦，你看看师傅跟你心有灵犀一点通。两个月要掉一件，这刚才新娘房。哎，不过你莫搞错，小女朋友。哈哈哈哈哈。新娘房。你刚新娘。你现在有没有在里面洗澡？有啊。啊，这样洗澡有没有很舒服？不会被看光光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喜欢不喜欢？喜欢。这边我最喜欢的应该是厕所，因为厕所对你们来讲是一个很简单的事，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，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是每天必须要用的嘛，哎，你不要为了要上厕所就每天跑去公园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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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雄，你看玉秀今天很庄严不？有。我你那是姑娘呢？好有啊！哦，帅姐。对啊。哦，你看今天你找我了，欢迎啊！欢迎欢迎。真的吗？这是跟左右邻居结缘的，让他们分享我们的喜悦。现在你那么辛苦，就这样感觉。哎呀，我们台湾人就是有出嘛，哈。啊，吃甜甜啦，啊，甲人结好缘，结满厝边。啊，苹果就是也给邻居哈、哦、结个好缘啊，平安吉祥，对，啊，日日平安。所以我刚刚才说啊，给他们日日平安，日日吉祥，哎呀，日日行善。来，徐雅来，来，徐雅来，把门打开。你好，你好，大哥你好。我们新居落成啊，给你送苹果，平安健康。来，学海送给大哥，吃平安啦。双手，来啦，双手给大哥哈，加平安啦、哦、哈，祝福你平安健康，加发衣哈。你要拿东西给人家，要双手。拿后面。对呀、啊，你要懂哈，每次都要记住。礼仪的道理一定要懂。对，而不是说啊，所谓说每一件事就是由我们志工来，全部都帮他全包了，都帮他做。因为有一些哦，就是
最基本的，他要懂得感恩，要懂得回馈。来吃汤圆，来恭贺老爷，恭贺老爷，金鸡落成。有饭菜香和欢喜祝福声，一个温暖的家慢慢重现。即使妈妈不在了，还有一群家人一直陪伴着她，直到永远。祈求天下无灾，岁岁年年。祝福学海他们啊，往后都过着风和日丽的好日子。祝福你们，祝福你们，祝福你们，一秀学海。师傅讲霸一，师傅讲霸一，造福人群，感恩。你要常常祝福，要讲祝福话。感恩。啊，要讲什么祝福话？什么？优先。只有祝福。好，祝福我心想事成。好，感恩。